终于让他扳回一城，民进党候选人林哲林当选口部向上涨。过去一直心内足郁卒嘞，伫这边补选，全部用选票来证明较有人的心声。十次地方补选，民进党有推候选人的三次，通通都输，则在绿色票差云林县取得温暖。民进党哦，最近的补选拢一直输的情形下，咱伫即阵来拍赢吼，这是。我感觉讲，咱的赢除了民进党地方甲中央大力的支持以外，也佫有地方的乡亲哦。我感觉这是靠后人的一种的觉醒。在早上十点，还有前一天的十二点多，他们都有在发出告急的简讯，然后要求大家去支持那个候选人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做提高。拿出简讯指控对手，就在选举当天还简讯拉票。坚持提高一个党，动用这么大的庞大的资源，在投入这场选举当中，然后提出一个有问题的人哈，这个是我们对民进党非常失望的地方。支持者难过，因为结果相差不远，全乡五成的投票率，四位候选人票数差不到500票，蔡孟真和林哲林也只差300多票小输，但成了地方补选第一个赢的民进党候选人，让绿营人士士气大振。小英执政百日，接连遇上93公教抗议、912够班斗游行，民进党林哲林当选，成为蔡英文仅有的小确幸。只是这选战输赢似乎还没定案。这黄健、张明宏、SNL 组为您报道。